是一个五分袖的切割领的上衣。我跟你讲，远远看到我的锁骨就超级超级显瘦。它是一个螺纹的面料，给大家看一下螺纹有没有看到。然后呢，你看它这一款它不是那种贴身的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。这个尺寸我给大家看一下。因为穿起来都是蛮宽裕蛮轻松的感觉，然后手袖的部分也都是弹力的，正常穿你可以这样穿，比较乖巧的穿法是这样子。个人超级热爱这件，然后呢我个人很喜欢露微锁骨，所以我刚刚讲我把它轻靠在这个骨头这边，超级好看。那你如果想要全部一字领，来把它偷偷的藏起来，有没有看到我的设计了？这件衣服超多穿的，后面的它也是跟前面一样做切割领，那如果你藏进去的话也是就是斜切面的感觉，这样子，它左前后是一样的。我跟你讲，杏色才是女神代表啦。然后杏色有人问会不会透，我跟你讲，其实杏色衣服多少会透，但是还你看有没有有点透，可是还好刚好这一件衣服的设计它有盖一片东西下来，所以呢不会到很透。无论是穿比较正常的位置，还是说这样子单肩的一个肩带，或者是偷全部藏起来，我就觉得这件衣服就是唯美女神感，就这样子，很厉害。